不要怕。大哥大嫂，这位是谭若云，这是我大哥，这是我大嫂。大哥，大嫂，三弟，你可真不简单，也不打个招呼就带回来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大嫂过奖了，那一会儿在爹的面前你们可要替我美言几句哦。我们一定会的。郑清啊，我要不要跟爹爹先去通报一下？郑清啊，爹爹，三弟他们回来了。爹爹，妈妈，二妈妈、四妈妈，郑明给你们请安了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未婚妻，她叫谭若云。伯父、伯母们好。这是我和郑明从上海带来的糖果，请笑纳。哎呦，老爷啊！你看看这多得体多大方啊，哎，人又长得那么漂亮。你们都看一看啊，哎，这天底下的漂亮女孩是不是都这个样子啊？过来过来来，你们看看啊，大眼睛小鼻子小嘴的，这一看就有福气啊。刚才吧都快下雨了，你们这一来雨都不下了，这老天都给眼啊。老爷你说是不是啊？若云姑娘在哪儿读书？回伯父的话，我在圣约翰大学读书，就要毕业了。令尊是干什么的？在哪高教？我父亲信奉天主教，现在卫理公会当牧师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吗？自幼母亲就去世了，是父亲把我带大的。那你跟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到的上海？会讲上海话吗？当然会，从小我就生活在上海，而且在教会还有学校学会了英语。到过南浔吗？第一次，不过我非常喜欢南浔，这里真的很美。爹爹，你怎么这么问人家？初次见面总想多知道点嘛。云儿，你小名是叫云儿吧？不，小时候家里人都喜欢叫我妹妹。啊，郑明，你陪若云小姐到你妈妈房里边坐一会儿，一会儿到我书房来。好。爹爹，你要我费尽心思把丝绒弄到手，那不是君子所为，我爱莫能助。再说了，人家丝绒家根本就不欢迎我。
你要想办法让人家欢迎你嘛，把三个晶片弄到我们严家手里边，这是我们严家每一个男人必须齐心协力要做到的事情。可是这和我的恋爱有什么关系？我的婚姻用得着齐心协力吗？